好人一生平安。我的意的是北斗系统。张枯黄的脸，迎着时光凝滞。真的好久不见，头发褪了心事。你脸上红楼有。为什么？
欢你了。国际服真的变了，第一是游戏玩法，你们看看以往国际服的模式，比如上次那个法老和那个万圣节模式，那时候玩的人也很多。你再看看现在呢，自从那个世界杯模式出来以后，这个游戏的玩法也是越来越烂。最开始他把万圣节那几个技能给搬了过来，除了新增一个载人舱以外也没什么。然后就是上个赛季，虽然说新增了一个春节模式，但是加分机制呢，赛季开始的三天就一个皇冠局，进入前十五以后就给你加8到12分，前提是你得杀两个以上。那如果你击杀还没到两个，那也就别提加分这两个字了。然后你再看这个赛季，这个赛季可以说是几乎原封未动，就是多了一个破地方。你可能会说，那有总比没有强吧？那你再看看上一个周年玩法呢？没错，我说的就是镜像世界。当时我才刚玩国际服还没到5个月呢，但我确实能体会到那时玩家对这个游戏的热爱。现在呢，现在就是多了两个破地方。我是2003月考生，其次我是湖北的，做的是新课标一件。
最后这三轮考试的部分内容都是我在考场里花五分钟记忆，然后回到学校拿到手机默写下来的，所以不存在泄题，我也没必要去骗你们。我残镜为何屡屡个位数击杀，首先可以看到这是一把普通的一枪仓库撞车局，我们队伍接近胜利，而我却只有一个淘汰，这就是我屡屡低淘汰的原因，因为我基本上都是和朋友一起玩，而且多为低质量布局，像这种局我都是摸鱼的，而那种高质量撞车局，因为我们是四人组队，我的队友不想让我碰撞换路人，所以我全程在家卡狙，因为认真打太累了，况且我有队友也没必要认真打。又有谁能真的看破曾经的手？比赛结束，红队获胜。回忆漫漫长路，花开花落。你们可能很难想象铂金局这么小的圈还剩八个人是什么概念，什么玩意。We turn the volume up because this party is jumping. I see, I see, 你 pega con jeitinho. I see, I see, 你 pega con carinho. I see, I see, I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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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. DJ 七七打造。Feel the rhythm of the beat and get a drum or something. Check this out, check this out, check this, check this, check this out. I got supplies.
说是极品的素质。100多万到1000多万不等了。Check it out！ 我真的不行了。I am a sexy guy。有没有人处理一下 CPDD 你是唯一哪位我来一个比你更有用的人没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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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初次相遇坐在你身旁，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，爱情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，童话里的蓝海在涌动。 We are number one。你真的没母啊啊！不要对不上我，哎呦！啊，我要吃你哦，金枪哦，我养妈肥金枪哦，我还金子弹头哦，哦，拜拜了你嘞！谢谢谢谢。